家里鱼买回来，不要再红烧了，这样做连盘子都不会剩。小黄鱼开背改花刀，碗中加姜蒜末、葱花、小米辣。好吃的关键就是加一包这个豉汁王调味酱，用热油呛香，搅拌均匀，倒入鱼身上腌制20分钟，上锅蒸7分钟，最后淋上热油，哇，太香了，鲜嫩多汁，全家人都爱吃。